今天我给大家录制一下这个外置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300帧满帧，界面是满帧，我估计其实万智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193帧，这个帧数十分的高。因为今天这个声音开的小啊，所以显得那个风扇声音大点。不过这个风扇算是比较小声了。哼 他是打不掉我们的。这个帧数还是十分之高的。然后我们再放一张地牌，其实这个就是个新手教程啊，他们都特别的容易打，其实一会儿就把他们秒了。哎呀，还挺强的。
感觉有点亏啊，呵呵。这个游戏反正节奏还是挺慢的。其实不挡的话，就可以更快的结束掉。他应该会挡吧？估计他要干我那张三的牌。有点可惜啊，呵呵，问题不大，咱们那个大东西出来了，大家伙，大家伙憋出来了，他这个卡牌也是特别的帅的。飞行牌。然后再咱们发一张 T 牌，然后就可以进入战斗阶段了。干他！这次应该他怎么着都挡不住了，他没有牌了。哼 赢了，然后这个教程就基本上。反正这个几乎就是满帧吧。190多，180多帧。感觉这个森林的系卡牌还是比较初级啊，还是比较简单，非常简单的组合就能打出一个特别高的伤害。好，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了。